看的球赛千百场，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球必应的篮球小馆长，今天带来 NBA 分析，独行侠对战勇士。独行侠19日主场117-110险胜马刺，取得两连胜，排名也升至西部第五位。核心卢卡东契奇贡献42分、11个篮板、12次助攻，大三元表现，成为队史第一位打出40+3双的球员。客场勇士今天上午114-95轻取灰熊，拿下赛季第3胜，终于结束了7连败的命运。球迷们也都认为本赛季勇士已经没有任何夺冠的希望，而接下来队伍处于连续3个客场比赛中将会面对很大的考验。本场比赛由于分析较早，指数尚未开出，且数据还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想要获取本场最终推荐的老铁们可加我的微信足球678，你有赛事我来分析，欢迎加群一起讨论哟。